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头啊。现在的时间呢是6月12号啊，早上9点多左右。那待会呢，老头呢会准备要搭班机前往澎湖外岛玩啊。那也不用担心这几天会没有影片，因为老头呢在出发之前已经全部都做完了。来，你们看到这个一个皮包跟这个小包包非常好，然后呢这是一个大包包，废话。啊，带着大包包啊！啊，那老头呢？这次没有行李箱啊，因为我就觉得我去那边也不知道要干嘛，而且不是不知道干嘛啦，是应该是不会想要去买太多东西，而且重点是带行李箱的话，还下飞机还要等托运，有点麻烦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次就直接哈、啊、背完我们这包包跟小背包，直接就是下完飞机就直接走出去了。啊、哦，那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再考虑说要不要买点东西。如果有买的话呢，再买行李箱，这样就 OK 了。啊、哦，这是我们今天准备出门的配备，就这样子。好了，各位兄弟们，啊、哦，接下来呢，已经到了马公了。然后呢，这里天气异常的热，哦，跟刚刚在北部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。在台湾那边北部的时候就不太一样，因为呢，老头在准备出门的时候呢，看到那个 FB 上面有消息说，哦，那会有台风要来，然后心想说，干死定了，然后难道说我完美的假期就这样泡汤了吗？就居然来到这里，居然还好哎，并没有特别严重啊。不过呢，据那个台风了解，可能是6月14号才会开始进来，啊，那进来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比较下大雨之类的。啊、哦，等一下找一下路啊，出站路口在哪里啊？好啦，反正呢，总而言之，我们待会应该会先去找我的小编啊、哦，小夏，然后他今天是带来当我的地陪的，啊、哦，那到后面之后呢，我应该先去吃个饭啊、哦，肚子有点饿。啊、哦，接下来呢，应该下电梯，应该就可以找到他了。他们说好像是出口计程这边的附近啊。喂，在哪里啊？你有看到我？啊，你怎么不赶快跟我打招呼？你有看到我吗？你不是说红色这台吗？哦，我看到你了，哇！欸、你要入镜吗？不要，我现在想把那个相机稍微转一下给你看一下，应该不错啊。好啦，那我要先上车了，待会我们再讲，先去吃个饭了。我要拍一下。你要拍一下什么？车窗外。车窗外。车窗外，对啊。我稍微看一下，这是第一天来到这个地方啊，这是我的民宿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民宿床这么多啊，应该是可以住一打人在里头了吧，是吗？厕所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哦，这间是还套房的啊，不算是雅房的那一种啊。哦、啊，我看到这在七名。阿姨，那这个地方是位于哪个地方？安宅。可以看到跨海大桥。跨海大桥。对呀、啊。对面这边。哦，明天要去了。对面那条就是跨海大桥了，有没有？哦，有啊，有看到那个横长长条的那个。对对 对, 对，那个就是跨海大桥。这个就是跨海大桥。对，所以你到楼上去会看得更清楚。了解。好的。啊？那 YouTube 啊 ？YouTube 的。看，听我的声音。听到自己的声音，怎么往下？各位。看我头发超乱的。那人家网络品质不佳，黄色的。真的。嗯。各位早、啊，猜一下我现在人在哪里？
猜得到，请你吃啊，请你吃铁炮寿司。哦，马工，看我是白痴嘛，我标题打马工，然后说我还问他说蔡伟杰人在哪里呀、啊？哎，我跟白痴一样，怎么很难猜？标题就是打马工的啦，我自己给自己拿手砸自己的脚，给你们看食物。这是那个马公这边的那个铁炮寿司，它是用小管嘛，然后塞食物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塞饭跟那个鲑鱼卵，对不对？超屌的，你看满满的饭粒，鲑鱼卵是这个，干嘛？声音啊！你要关声音啊，不然会一直。会一直 echo 啊？对啊，关掉了。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在跟谁约会啊？在跟他们当地的澎湖人约会啊？我要吃了。嗯，是够呢？哎，不是，是够是很厉害的意思，是好意思呢。讲错了。好啦，兄弟们，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回来了民宿哈。那老头呢，今天的行程呢，基本上呢，从下午三点松山机场，然后坐飞机到马公之后呢，四点多的时间，我们稍微就是来到了民宿，然后再出去吃个饭。吃个饭之后呢，想说要看一下那个花火节的那个烟火啊，结果呢。花火节的人那边真的超多的，你知道吗？那边多到一个不行、哦、我想说平日就算了，结果我就平日一看，哇，那个桥的上面一堆人，人山人海，你知道吗？真是太夸张了。结果到了后面，我们想说去至少摄影一段那个烟火，就像你们刚刚影片里面所看到的那个烟火啊、哦。因为我问小夏啦，小夏说烟火的长度大概15分钟。我想说，哇，15分钟也太长了吧！我这样子举着，这样举到后面可能手会断掉。所以说呢，到后面大概摄影到7分钟左右，我就跟我小夏说，哎、欸，不行了，我们赶快撤，不然等一下绝对会塞车。结果果不其然的，我们到骑到后面已经差不多塞车了。啊、哦，然后到了后面呢，因为我要去 Seven 买一些东西嘛，结果不小心，我们的民宿是在左手边，我们车子在右边，那一定要打嘛。那结果我们正准备要打的时候呢，发现他们已经看完烟火准备下山了，那个车流多到一个夸张，摩托车一直永无止境的往前，都不间断的，我们就在大米，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卡了半个小时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的这个第一天的行程大概是这样子、啊、那待会晚上12点呢，我还要再去吃有名的挂包吧，小夏跟我讲说那是一个有名的挂包，好，那我们去吃看看。啊，那我先去洗个澡，啊，休息一下，啊，待会再带你们去看一下挂包长什么样子 ，OK。